这是比亚迪海豚车队的誓师大会。比亚迪海豚车队将贯穿吉隆坡大部分区域。如你看到我们的车队，记得跟我们招手哟，说不定还会带上您亲身体验我们的海豚。第一站，我们海豚车队来到了位于吉隆坡的比亚迪展示厅。比亚迪马来西亚为电视台、报业和各国自媒体人员准备了高规格的接待仪式。他们谁都不想成为步入会场第一人。当中谁输了谁去吧。你们两个。一众媒体人员终于进场了。弄得我都有点害羞了，这场面。一众媒体人陆续打卡签到。你们跟随我来这边吧。欢迎大家，非常荣幸今天也邀请到比亚迪品牌与公关处总经理。首先我先代表森大美，我们三家 B 总公司欢迎大家来到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最便宜的纯电动汽车。目前来说，我们的低配只是售价于10万，然后高配的话也只是129000，大概在13万左右。所以这辆车我们一发布了一个月左右啊，现在的订单和销量都是非常好的。海豚在马来西亚也是一个比较年轻化的颜色，就比如说你现在看得到白色、灰色，然后另外两个颜色就是比较一些比较年轻人会喜欢的，就是比如说紫色还有粉红色。所以这个针刺的一个实验，我们叫 Nickname Penetration Test One， 在我们汽车领域里面算是一个最在尤其是电池这一块的话，是算是一个最高的测试，最难度最高的测试。它的方式就是拿一支针，金属针，然后刺穿我们的刀片电池，然后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在汽车行业是公认最安全最好的一个科技。多大了？活动区也挺大的。这个车好开很多。就为你上车。好低吗？这两天都是大概在马来西亚售价在10万，是最便宜的。前面考虑金属的。And of course, drive safe and fun. 再次代表森大美合作，还有我们的合作伙伴比亚迪马来西亚，欢迎大家再一次来到马来西亚。接下来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旅程，还有路上要小心驾驶。谢谢大家。我接下来即将要干什么？海豚风帆旅。Do you love Malaysia? Yes.比亚迪海豚车队正式出发。一路上行人回头观望率超高。我们来到了马来西亚地标建筑吉隆坡双峰塔。
际知识的频道。它是毕业于印度德里，啊，这部片它是印度的。